欢迎大家来到快讯播报。 TVB 出品的古装剧一直都是荧幕上的焦点，虽说没有太花哨绚丽的画面，但是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总能抓住人心。宫心计二申公记这次的故事来到了唐朝年间，讲述了皇帝和平民公主的宫廷爱恨情仇，柔情的女子们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悬疑浪漫的故事。胡定欣主演的王珍本是名门之后，亲人离世对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，但是正值青春美丽动人的年龄，嫁给了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。最后二人共同进退，王珍作为贤良的妻子，帮助李隆基一步步的剿灭叛党，清君侧，走上了皇帝的位置，成为了一代明君。虽说剧中不少人物都是虚构，但是波谲云诡的故事情节很抓人心。在宫廷里，女人如何获得皇帝的宠幸和爱戴，用什么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利，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，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，更多精彩内容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的动态，谢谢，下期见。